下这一款平板的一个烫画的一个操作，首先把这烫板放上去，放好之后呢，我们这里拿了一张这个啊，就是一个胶片烫画，然后面向这边。130度，然后这边是8秒钟，就设好了温度。然后我们首先把这个压下来，放手柄压下来。好，并不是倒计时。好，8秒钟可以了。好，它开始叫，把它拿起来。这个属于热撕的，所以立马就把它撕下来。大家看是不是非常漂亮，非常鲜艳夺目的。好，可以了。